当哥们来大姨妈。我俩给你打个电话呢。你没朋友啊？你怎么又来了呢你啊？不是，我寻思请你吃点饭呢。啥呀？吃点火锅。不吃，烫嘴，不爱吃那玩意儿，死热的。烧烤。我也不爱吃，那都是鲜的，扎嘴。嗯。不能请我吃点好的吗？请我吃好的呀。西餐。不爱吃，又刀又擦的，吃的可费劲了，不吃。嗯，你就不能请我吃点儿对女生好的，不软不硬的，嗯、好下嘴的。嗯，疙瘩汤怎么样？连汤带水的。那玩意儿黏的不抓的，还烫嘴，还埋汰，不好看，不吃。那你想吃啥呀？你给我俩喊啥呀？不是不是不是，那我你再好好寻思寻思，好好想想。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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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